王菲面临出局危险，谢霆锋被曝也诉张柏芝家四昼夜，画面太美。谢霆锋在艳照门事件后，虽然力挺过张柏芝，但最后还是离婚了。据传谢霆锋离异后很少关心两个儿子，只有张柏芝辛苦带娃。而谢霆锋与大11岁的王菲迅速重新牵手，两人一个48岁一个37岁，已经不复当年意气风发，年轻气盛了。当年真的好嫩，王菲也看不出是大谢霆锋11岁的样子。近日港媒爆料，谢霆锋长子 Lucas 生病，谢霆锋专门回港探望，与 Lucas 亲密互动不说，还是选择留宿张柏芝家中，更是连续四天都没有出来。而对此王菲肯定不会不知道，这就让粉丝和网友产生了联想。孩子还是两人之间最强的纽带，何况还有两个。谢霆锋连续四昼夜留宿张柏芝家，疑似复合的节奏。48岁的王菲韶华不在，整容打针后的玻尿酸脸非常僵硬，这个年纪对于谢霆锋的离开心态应该很平和了吧。之前谢贤一也直对张柏芝赞不绝口，始终是对谢家好，准许爷爷和爸爸看望孙子。谢贤还批评谢霆锋不关心两个孩子，只知道去谈恋爱。欢迎谢霆锋回归家庭，回到妻儿身边。是人谁都会犯错，好在谢霆锋从小就生活在开明的家庭中。桃色之类男人爱犯的错误，成龙不也有了小龙女吗？既然自己的前妻张柏芝有过错，但只要分清取舍还是好的。连贤公爹谢贤都能大方地夸赞张柏芝，谢霆锋应该也看开了吧。